近一段时间，江凯彤因为和陈翔的事儿闹得满城风云，事件逐渐平息后，他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生活状态。4月6日，江凯彤微博晒游泳照，并拍文：“800年不游一次，游一次不得拍拍照。”相爱面三张画风有点怪啊，不过拍成这样也是技术。话说江凯彤身穿粉红色比基尼，纤瘦的小身材加上优美的泳姿，简直如出水芙蓉一般，真让人大开眼界。此前他已经10天没有更博了，这是要么不发动态，这一发动态就让人眼前一亮，看起来最近的心情还是蛮好的。不过一些网友还是很关心江凯彤，表示锻炼身体棒棒的，不过不能再瘦了，已经很好的身材了。确实身高1米63，但体重却只有90来斤，已经是黄金比例了，再瘦就有厌食症人嫌疑了。江凯彤3月底的时候还晒出一组穿着暴露的瑜伽服练瑜伽，照片中的江凯彤身穿黑色的紧身露脐衫，吊带的设计将她的肩膀线条勾勒得凹凸有致，简简单单的露脐衫紧紧地绑在身上，上身身材很有料。网友也纷纷表示，怪不得陈翔会劈腿江凯彤，这完美的身材没谁了，就这露脐装配上超短裤，谁不会动心呢？